小曼，是不是好热好热？我快到了吗？快了。现在我们离目的地还有9公里，45分钟。哎呀，这中午真的是太热了呀！刚才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买了瓶水，然后给小麦买了个棒棒冰。够高，碎冰。嗯，碎碎冰。然后刚才问老板，这个一路是现在只有4公里了，就到天泉了。这一路是上坡还是下坡？然后老板说这一路都是下坡。小麦，你开心吧？开心吧？开心。有多开心？很开心。看把娃热的，都热傻了。看我们的小麦都累成啥样了。妈妈。嗯。我的手好疼呀。嗯。感觉像抽筋了一样。你看，小麦拿的水壶，手上拿的那些，然后我的手上拿的是我们的防晒袖套，这上面还有在路上溅的泥，然后我还拿着我们的行李包。你还要把衣服洗一下，我把这衣服都脏了。然后小麦的背包上面，这些全是路上溅的泥水。小麦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现在像逃难的一样？不像啊。像啥？像是这么热来了，然后咱们赶紧跑啊。大家看，现在小麦队长在干啥？嗯，在给妈妈洗衣服。到房间以后就特别特别累，然后我就啥都没管。结果呢，人家小麦队长好乖啊，自己主动洗衣服，还给妈妈洗衣服裤子是吧？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，我就不扣你的工资了。真的。真的，耶、yeah, ！我的工资又回来了。嗯，你这么乖，我妈妈怎么还忍心扣你的工资？如果你这么乖，妈妈还扣你的工资的话，那我现在就是老巫婆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呀、啊。你有没有那么丑？你长得可漂亮。让我看一下你化的妆的样子。漂亮呀。漂不漂亮？像漂不漂亮吗？你就说漂不漂亮吗？漂亮，可漂亮了。还在看动画片的小屁孩还会化妆啊？我看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这怎么还点个痣？你跟谁学的？啊，在网上学的呀。是在网上学的。嗯。我们现在洗完澡，就感觉就像回到了另外一种社会一样。干干净净的，嗯，是吧？嗯，妈妈，你长得好美呀，你都美到了我的心巴上了。真的假的？都美到了你的心巴上了？妈妈，你真的，你一天夸我夸的太夸张了。那你漂亮，你还不让人夸吗？你妈妈世界第几美？第一美。第二呢？第二是鹅。嗯，咱们要不要来个叶子菜？什么是叶子菜呀、啊？比如说，就是那种绿叶子菜嘛，哦、生菜。要就来一个生菜还是白菜？你要生菜还是要白菜？那我看一下。刚才咋点菜的呀、啊？啊？点名点酱芝麻捣蛋，小明在家吃蛋糕，谁吃蛋糕谁发烧，点到谁就是谁，小明吃的是煮蛋糕。我去，你这是点兵点选菜的，你这选择困难就是这个样子。